的月下在我眼前，骄傲的离不堪接受我眼睛。其实因为其实 Tank 在我们公司其实真的那时候他刚出道的时候就带给大家非常多经典而且让你印象很深刻的好歌，而且他创作也好，唱歌也好，对，而且他甚至跟陈奕迅一起入围过金曲奖那一届男歌手奖。那我就想要替所有的就是喜爱你的人问问，就是这十年你都去哪里了？其实蛮长的时间呢。我是有家族遗传性的心律不整，跟心肌肥大。这十年就是因为自己身体不是很好，因为其实我是一个对工作是非常有要求的人，所以前几年我参加了一个哈林的节目，唱歌唱到一半我突然就被电击，因为心跳实在太快了，然后那个时候的演唱就中断了，我就没有办法再唱下去。从此以后我从那个时候就开始留下一个阴影，就每一次我只要面对舞台我就开始恐慌恐慌，像其实刚一进来一直到现在我都是处于一个精神紧绷的状态，反正大家都在这里，那是不是大家跟我一起上去唱好了？可以啊，我们就像唱 KTV 一样。在我离你远去那一天，灰色的梦睡在我身边，我早就的心困我身边，我早就。